I just wanna be more than friends， 为何过足不前你我之间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陈世安。今天我们在拍摄More Than Friends 的 MV。它是一首很甜的歌，然后就是有点暧昧的关系。然后有时候我们会觉得好像很想要往前走一步，可是有一点害怕或担心的那个心情。这首歌我觉得很适合，就是有达以上恋人未满，然后可以从歌词里面跟旋律里面找到很多很甜蜜的氛围，然后也希望大家可以很勇敢的踏出那一步。 More Than Friends 这支 MV 其实有串联了上两支 MV， 就是连书法都记得你还有脑袋都是你的一个彩蛋。所以其实大家如果从第一支看到这一支，会发现当中有埋伏了好几个彩蛋，然后它其实都有一个贯穿的概念。那这一支当然是最后一支，然后也是三部曲最甜的一支，因为刚我们的女主角不停地往我靠近，可是我们要演一个就是有点矜持距离感的画面。对，希望等一下我们的演技都可以大爆发。兔兔加油，雪芙加油。对，今天的 MV 有特别女主角，特别来宾，然后是小兔兔。然后我今天其实有长知识了，我现在才知道原来兔兔是会咬人的。然后因为我今天把它抱在我的手上，然后靠在我的胸肌上，想说比较安全感，结果我的胸肌有被咬了一口。然后另外长知识的部分是，原来两只兔兔不能同时在一起，他们可能会打架。那他们怎么恋爱呢？好希望我可以说兔子听得懂的语言。对，就是很难给他们指令，他们不像狗狗一样就是你可以叫指令。对，然后刚刚抱在身上的时候我还被咬了，所以还就是蛮突然的，对嘴对到一半的时候。我觉得恋爱的关系里面有很多很多的情况是每个人都是不一样的，那我觉得好好去享受那个当下，然后珍惜你眼前的那个人，不要有任何的遗憾，然后也不要给自己后悔的机会比较重要。所以如果你有遇到一个你想跟他 more than friends 的朋友或是对象，就赶快点这首歌或是唱给他听咯。More Than Friends 这首歌已经全球上线上架了，不管是在 YT 可以看得到 More Than Friends MV， 还有所有的串流平台都可以听得到高清的音档，所以大家一定要点高清，然后也一定要到各大的平台串流平台去支持我的新歌，把它推上排行榜的第一名吧。I just wanna be your